1802年动工，嘉庆七年动工，八年动工。那这个庙是十年才完工，所以它其实离庙早早在，所以传说的那个说法是错的，跟什么用庙剩下的建材完全没有关系，是他们自己买建材自己做的。那但细节上后面是不是看啊，然后这个什么爱门，这个是没错的，这个是对的。说那个时间点还有兴建的过程的细节，这个说法是错的。看了，反正现在有记者在follow我的脸书，我只要写上去了，记者就会去找柯文哲。靠他们比较有用，我就跟柯文哲讲会。